红烧鸡的做法。准备食材：鸡肉、青椒、色拉油、食盐、花椒、干辣椒、料酒、生抽、老抽、大蒜、小葱、白糖。一、鸡肉洗净切块，焯水后取出。蒜切成片，葱切断，青椒切断备用。二、起锅烧油，油热后放入花椒、蒜瓣、葱段和干辣椒，炒出香味。再放入鸡块，翻炒片刻。三、依次倒入生抽、老抽、料酒、白糖和盐，继续翻炒均匀。再加入开水，没过鸡块，大火烧开。四、最后转中火炖30分钟，再转大火收汁，同时加入青椒，翻炒均匀。美味的红烧鸡就做好了。